把那个喝水的我叫过来。嘿，过来，过来。 水壶给我，八嘎！谁让你用金用水壶喝水的？，告诉所有人，不穿上警服，不许说日语。 我不是故意的，我不是故意的。你怎么了，小鬼子？我不是故意的，我不是故意的。你怎么是故意的呀？小鬼子，比特快跟你洗澡了。啊！啊！你偷看女人洗澡，你耍流氓！ 行不行？我毙了你！你敢？什么意思，大哥？你要护着他？小哥不会干这样的事儿。小哥，小哥，我真不是故意的。你看你都看了，还故不故意的？你就是在耍流氓，你知道吗？小哥子，哎，太不要脸了！你说你咋能干的这种事儿呢？你想死我吗？ 我真不是故意的，我跟你说，别以为我们不敢杀你，是在执行军令，尤其杀了你这个给鬼子跑过腿的狗腿子。你是谁狗腿子？真是冤枉能饶你这个土匪吗？我是土匪，是个打过鬼子的土匪。 老子鬼子的敢打，还怕了你俩狗腿子了？我非毙了他不可！你走。八成是冯大理他们，应该是遇到鬼子了。我带人过去看看。蓝云，你和维仁压着跟海洛继续前进。是。春阳去。好，来，跟我去。其他人继续前进。 走呀！走！住手！你别打了！我觉得小个儿他应该不是故意的，他就是过来给我送个热水的。
这个祸还不该死吗？我们打鬼子少这么一个流氓吗？你知道吗？桂琴来找我来蓝宝山的时候，他也在场，他根本不关心来干啥，听说你在，他就跟来了。来干啥了？晚上给你烧水洗澡。难道这一切他不是有预谋的吗？行了，反正当务之急是去打鬼子，这个事儿以后谁都别提了。这不是一件小事儿，你真能原谅小个子啊？行了行了，桂清都没怪小个子，咱们打鬼子是第一。我觉得这事儿也不能说是小事儿啊，毕竟我们抗联是有纪律的，要不我们把他给绑起来，回头报告给周军长，看周军长怎么处罚他吧。不是呀，干什么呀？全体集合，快！你说鬼子弄那么多劳工在这儿干嘛？我也看不明白。咱们还是把老顾他们找着再说吧。行，走。哎，白无常，你在这山里遇没遇到过鬼子？没有啊。那你说猎户家到底还有多远？咱们可能走岔劈了，应该在山那面。那边多远呢？那边？那我哪知道啊？我也没来过。问也白问。那咱们先过山让他说。走。走走。走。快点。走。今儿我来过，城管劝你的。你确定吗？确定，确定。在这儿，这儿，你看，
你看，这是陷阱，里面老深了。我看。小心。那应该离猎户家不远吧？怎么了？啊，没什么。这找个猎户没有用，你知道吧？他也不知道抗联在哪儿啊。咱呢，直接找歪脖树去，就幸运能找到咱呢。就算找到了歪脖树，我们也要找那家猎户。他不是救了你吗？我们抗联的人知恩图报的，我们要当面感谢。没必要了。这恩我都报完了，跟他家干老多活了，我都。你少废话，我们还有很多情况要了解。说吧，这离他们家还有多远？老远了，再说带着粮食也不多呀。这不关你的事儿，走。抓紧的，开车走。走。尿尿啊！那个，你们带人先走，我一会儿跟上。走，快点，跟上。等啥呢？就在这尿呗，人都走了。别给我干！告诉你啊，别想耍花招啊！你猎户家到底在哪儿呢？反光的山坡就是了。赶紧走，快点儿的你。老公，要不咱们偷袭他们，把他们都救出来。不能轻举妄动，回去，回去。快跟上！我走。有人吗？你谁呀？抗联里面有我们自己的人，他身上有我们大日本帝国的烙印。熊谷先生，你知道吗？哎呀，兄弟，你不认识我了？啊？啊，认识认识。是吧？什么情况？像是在给我们招手。你在这盯着，我带人过去看看。小心点。
那我常说那个猎户大哥，枪法老准了。就样了，来屋里坐。好。王队长，这地方我在自救会的时候来过，没见有什么矿场。这小鬼子在这开个石料厂干啥用啊？就是，我也纳闷，刚一开村，这小鬼子采这么多矿石，我想肯定是有什么重要的公事要行。一定是。那会是啥呢？这个地方，我感觉啊，不是修桥就修路。修桥修路干啥呀？还能干啥？方便往山里边运送武器和物资呗。对。那咱们把老洪救出来，拖延他们的计划。想什么呢？你没看有多少看守啊？啊？就凭咱几个？那也未必。咱们趁他们不注意偷袭他们，打完了就跑呗。又是你那套胡打乱撞的打法，动动脑子，想点战略战术行不行？哎，王团长，那你说咱现在应该咋办？眼下呀，咱们也只是个猜测。要不然这样吧，我回去一趟，把周围人和冷云他们叫过来，跟他们商量商量，看看怎么打。可是咱都已经出来两天了，这回去的路恐怕也不好找呀。嗯，对呀，就是，你说这来来回回的，情报送没送上不好说，这鬼子一旦有新动向咋整啊？别说报信儿了，咱要是再找不到隔海路说的那些猎物，没准咱先被饿死了。不管了，我先把岗车上的鬼子干掉。拉倒吧你！你这枪一响，我们还能进矿场吗？还是这样，你们原地不动，隐蔽起来，不要暴露目标。我回去找冷云和这个周围人，把队伍带过来一起打。大李啊，这儿队伍你来管理一下啊。我跟你一起去。行了，你不要轻举妄动啊，服从命令。王大长，你放心吧，啊！那兄弟，哎，谢谢啊，哎，谢谢啊。嗯，搁我这边，多吃点啊。哎呀呀，你拿水喝呗。好嘞，我给你弄去。没水了是吧？嗯，我去弄点。啊，大兄弟，哎，干啥呢？兄弟，没事，我在这儿先帮你们把点水。不用，我自己来吧。麻烦你那么多，还让你帮干活。哎，大兄弟，你平时一个人过日子？我还有个妹妹，啊，前两天开春给她送我姥姥家去了。啊。事儿我问问你啊，我听说你们猎户有一个专门藏猎物的地方，你知道在哪儿吗？有，我知道。你知道啊？对。有这么个事儿，我们有几个同事去找这个地方，跟我们失去联系了，你能不能带我们去找他们呢？兄弟是这样，因为那个地方我比较熟，你们呢就在这儿歇着，我自己一个人去那地方，如果我发现他们了，我就带他们过来。别啊，你让我们跟着一块儿吧，我们这么多人呢，有个照应啊路上。那好吧，太够意思了。行，那你找地方歇会儿啊。哎，好嘞。话说望山跑死马，就是那得啥时候闹？现在中午挨边吧。后面跟上啊！
王团长。喂，我一猜你们就在这儿走。冷云，周边人，咱们商量点事儿。哎，好，大家原地休息。好，原地休息啊。哎，他是谁呀？啊，这是葛海路那个一个猎户兄弟。哦，猎户大哥。哎呦，这个大哥打多少年猎了？我打小就打猎。哦，打小就打猎，这年头够长的了吧？那我问问你，这山里边这麂子和狍子你咋个抓法啊？我这人笨，没有那么多多余的道道，看着啥猎物就是一枪。不，朴大哥，你干啥玩意儿啊？温东温西的，撒愣的吧？要不然就没吃的了。耽误不了你吃的啊。这位大哥，你就不会点别的道道了吗？在山里边抓麂子，这白山黑水的老猎户，打小就得学盘套子。你教教俺呗。这个，山里人都会。嗯。来吧，给咱盘盘。这小瘪犊子，怎么回事？不你的人吗？就说你不是什么好人，给我押着。追呀！走。就在附近吗？走，咱们去看看。走。没事吧？起来。走。一个。
愿咱们会合了，赶紧找王团。走，走，走。咋样？没事吧？没事。啊，对了，王团，你回来的时候说有重要的事要跟我们说，啥事儿啊？啊，我回来是想告诉你们，我们在前面发现了一处日军的矿场，他们在大批的开采石料，好像是要有什么重要的军事设施或桥梁要修，是用来对付咱们抗联的。我之前跟周围人脸上发现一劳工营地，一直还不知道是做什么的，你这一说矿地，那基本上就联系上了。嗯，那走，看看去。团长，小个子跟葛海璐都不见了。什么？跑了？刚才人还在这呢。老冯，你看着了吗？光顾打鬼子了，没注意啊。那他俩一准是畏罪潜逃了。畏罪潜逃？是啊。怎么回事？好了，这事先不说了。走，咱们去看看去。走。行，走。你快走吧，快。注意啊。这么几个人、啊？这个时间段，劳动和军工都在矿上。要不，趁着现在人少，我下去看看。嗯，咱们俩过去。老于，嗯，不能警戒啊。嗯，走走。根本不是普通的老公，抓警车！在。好。快，林神通，撤。好，走。你在轻松，听声音应该是劳工营地方向。劳工营地，赶紧去查看一下，到底发生什么事情。慢着，我亲自去一趟。刚才的战斗，应该是小股抗联游击队。我们有可能暴露了营地的秘密。既然已经暴露了，那么让我们的部队再冒充劳工已经没有任何意义。命令，让所有的部队回营，换军装，原地待命。我去报告少佐阁下。嗨。
现在可以肯定地说，这些劳工就是日本兵乔装打扮的。这就全对上了，肯定是葛海路在逃跑的时候被鬼子抓住了，叛变了。这个独眼就是接应的人，鬼子就是想利用假劳工来迷惑我们，将我们一网打尽。嗯，龙云说的对，这些劳工到这儿来已经有段时间了，不管他们修的是什么，肯定是有阴谋的。咱们跟他们一打，等于是暴露了，他们马上会派兵来支援，到时候我们行动就困难了。但是他们做梦也想不到，我们上次刚跟他们在劳工营打完之后，马上又杀回去。所以你的计划就是立刻杀回去。对，好。在我们撤退的时候，我看到一个山洞，那有好多兵把守，我想那里面一定有什么阴谋。山里地形很熟，我追他一阵子，追丢了。后来我听到枪声，知道你们跟鬼子干起来了，想来找你们。不幸，半路被鬼子抓了，还好你们来了。你说这些话谁能证明？走的时候为什么不打招呼？你回来就好。小个子的问题，等咱们这事情结束以后，咱们再回去讨论。哎，放哨，老实点啊！没事吧？没事。说，你俩是干啥的？我们接到命令，去矿区送补给品的。矿区怎么进去？我们有暗语。说。峡谷对方回亮，大桥。那劳工营呢？没有暗语。啊，同志们，我不会日语，听我的命令啊！所有同志，都换上鬼子的服装，从现在开始，一切行动听从周围人指挥，行得要快。是。今天的任务，我心里有点没底。我知道这次行动意味着什么。一会儿到了劳工营，把你跟几个女兵先放下来，这样如果我们在里面暴露，你们在外面也可以接应。你要注意安全。我知道。对了，这块怀表是你父亲临终前送给我的，他跟我说他很希望我们俩能在一起。这怀表一直跟着我，我想以后让他一直陪着我。我会等你回来的。是来送补给品的吗？是。刚接到命令，把这些补给品就地卸掉，等其他车辆来到，把这些士兵送走。明白。
着，别过来。怎么了？你们这干嘛呢？这是？我们在布线，准备把炸药就地销毁。哦，那你们快一点，我们还得带你们过去呢。鬼子要销毁弹药库，快！跟你说啊，这都已经啥时候了，你可不能赌气啊！周大哥他们在里面现在很危险，咱们在外面得加强戒备。那你说，我把衣服都换了，凭啥不让我执行任务？我说你们肯定就是怀疑我。这不是怀疑你，你的问题现在还没有查清楚，不让你进去也是为了大家好。在哪执行任务不都是执行任务？小鸽子，你就别这么小气了。有能耐多杀几个鬼子。别说了。哎，我相信你，等有机会我去跟周军长说。好了，都别说了。轻松地离开中车，王峰、王彪，跟我走。李大龙，什么人开的枪？应该是抗联游击队的小股部队。为什么没有追击？我是怕他们调虎离山，所以决定原地待命，等候指挥官的命令。混蛋！如果劳工营的秘密被泄露出去，我们在这里所有的计划将会前功尽弃。把扮演劳工的士兵全部给我召集回来。搜身，一个不剩的全部给我杀死。嗨，别动，把手举起来。你们想干什么？乖乖听话，否则我打死你。兄弟们，动作快点，走。让你的部队到营地中央集合。你休想！我们大日本帝国。我劝你放老实点，如果你不想死的话。不用打电话了，他们已经集合起来了。我问你，让你的部队换上劳工的衣服，以为这样可以骗得了我们吗？既然你都知道了，你还问我干嘛？你们开山挖石料到底为了什么？告诉你也没事，是修桥，是通往抗联部队的大桥。桥一旦修好，大部队马上就要通过，你们来不及了。什么大部队？围剿杨靖宇的部队。
得让吗？可算套住你时候了。在，不如我们各退一步，我可以保证你们的安全。我已经让部队集合起来了，他们随时可以发起攻击，即便是我死了，我相信他们也能完成天皇交给他们的任务。行不行？我打死你！涛涛千古垂。